那些未夺冠却获得世界瞩目的运动员，就是这些易碎的瞬间更让人多了一丝怜爱吧。想获得偏爱，就来学学破碎感美人的四大定律。每次刷遍全网视频，看了3000多张照片，家人们直接抄作业就完事儿了。一、低饱和度彩妆，这些不经意出现的名场面，妆感都近乎为零。彩妆全部选用低饱和度的哑光质感，一个小小心机，家人们学起。下眼睑呢，淡淡扫上红色眼影，打造眼眶红红的无辜感，你瞬间就破碎住了。二、氛围野生感，破碎时刻，咱们和精致说漏。野生毛流感一字眉，额前似有若无的小碎发，配上微微下垂的自然睫毛，打造一种苦而不涩的朦胧感。你们都去精致啊，只有我是不修边幅的美强惨。三、面部平整度，让你不修边幅，不是让你放飞自我。咱们虽然易碎，但不能流露出一丝憔悴。提亮面部凹陷，保证底妆的平整度。咱就是那个楚楚可怜、零攻击性的小白兔本兔。四、故事感的表情管理，四个关键点：垂眸、思考、嘴角放松、面无表情。想想你的亚洲首富的亲生爷爷，为啥还没找到你呢？哎，故事感一整个拉满了，这不就破碎住了吗？还想看啥？评论区告诉我。